大家好，我是老何。今天来美容的这只狗狗是一个7个月大的小泰迪，它的名字叫 lucky， 它非常的活泼爱动。然后今天它身上的毛特别的长，我们要给它修短一点，看上去非常的精神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吧。Lucky。好了，Lucky。
吧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哦。来 Lucky 给观众朋友们再见，再见，下期再见。